今天年会的主题叫做翻转嘛，所以我应该要带来一些跟翻转有关系的内容。我跟你讲，你无活过八十岁，你唔知八十岁活过八十岁艰苦。我就说为什么？他说我只要讲我八十七岁，每个人都会非常的尊重的告诉你，只要喝唔忙当。我很喜欢看学生热泪盈眶的样子，因为我觉得他看到诗了。自己亲手栽种植物，然后呢虽然现在的人有很多的人就是说有 supermarkets 可以去，很方便，但是少了一个东西，人的温度。就是从一个很破碎的成长过程里，慢慢的感觉到很多很多很多的美好，所以我愿意贡献我可能的，让这个世界也继续美好久一点。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可以去追逐你的梦想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所以我们用一个和平、温柔、坚定的方式在举办我们的活动。来参加公民酒吧的活动，你不用担心说你会被警察抓，你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暴力的场合。你要做的事情就只有走出来这件事情，走出来同理别人，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好。但是我真的很感动，就是说我们真的有机会做到让学生、让孩子沉迷学习。不老的精神呢，就是我们台湾奋发向上的精神。对十七岁的我来说，在未来迎接我的，我不晓得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勇敢地踏出第一步，无论结果如何。对于这个世界你感到满意吗？不满意的请举手。很多人不满意。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你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困难还有你自己？我们如何找到爱与慈悲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很容易找到不爱与不慈悲。当我们自己处在那个不爱不慈悲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条路走错了怎么办，怎么回来，谁来教我。生命的破碎原来是为了给予，生命的破碎原来是为了祝福别人更祝福自己。而当我们的心能够破碎的时候，世界就不再是我们之外，能够开始涌到我们的心中。你问我什么叫死亡，我如此的回答，怎样才算是活着？年轻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勇敢，不要害怕。妈妈说你长大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但是我在美国从小到大，我的老师、我的教育、我的旁边说你以后要找到一个伟大的梦想。爱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，而是我们出发的地方。好，谢谢。